我给大家录一下这个质量效应三啊，是最高特效。全都开的高。大家看，这是满帧啊。哎呀，这个子弹真的是很少啊，打两枪就没了。这个小孩是谁，我就不给大家剧透了。反正这个小孩在后面还蛮重要的。Lieutenant Commander Williams, you're in sight of the space force. ETA 3 minutes.
哎呦，哎，往下这个护盾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感觉这个还是不太好瞄准，还是鼠标比较好用。基本一个弹夹可以搞定一个吧。再加上手枪子弹，问题不大。Oh no！啊，没有护盾了，我去，好难。没子弹了。
哇，纸张效应三的视频就录到这里了。